粉症。看我怎么惩罚你们！哎呀！别跑！给我站住！阿狗，站住！是一片花田，好漂亮的花呀！熊大、熊二，给我站住！先躲进去再说。嗯。你哪去了？熊大、熊二，你们躲起来也没有用。哎呀，好难爬呀！熊二，走快点啊！找到了！熊大，光头强过来了呀！嘘，别动！哦，刚刚还在这里的呀！有了，哪儿去了呢？在那儿，咱们赶紧走。哦，熊大、熊二，快给我出来！熊呢？哼，别以为我找不到你们！安全，安全，安全！熊二，快跑！等等呀，爷。我这是怎么了？一直打喷嚏。我好晕啊！知道了，知道了，马上就给你。劳动后的饭菜就是香。这到底是怎么了？别以为我找不到你们。那个时候，难道我是得了花粉症？头好晕啊！光头强，谁？光头强，休想砍树，赶紧离开森林！昨天被你们逃走了，今天可没那么好运。这讨厌的花粉症，快跑啊！熊大、熊二，别跑！给我站住！熊大，花粉症是啥呀？俺也不知道啊！别跑！给我站住！熊二，快！长那么高，光头强肯定跳不过去。开！哼，别以为强哥我跳不过去！嘿！哎呀，跳不过来就别逞强嘛！你们别跑！好强，追不到啊！你咋这样也能摔倒啊？把手举起来！这一次你们完了。又是花粉，原来光头强一碰到花就会打喷嚏啊！光头强，看来真有效啊！
给你来个仙女散花，别动了，耶，这就是乱砍树木的下场，就是惹我光头强，嘿，熊二，俺想到个更好的点子，让光头强砍不了树，走。熊大熊二别跑，这点花粉症算什么，谁也别想阻止我砍树。呼啊，咦哈哈，吉吉国王在此。哎呀，哇，阿晨，嘿嘿，快把那些花拿走。阿晨，耶耶耶，跳的是不是很好呀？再靠近我，就别怪我强哥不客气了。走开！走开呀！蹦蹦，危险！让开！都给我让开！光头强跑了，咱们快追！哦！光头强！对了，我好像有消防面具。哎，等等，打败光头强用不着你们。毛毛，走，随本王一起去好好活动一下筋骨。是，吉吉国王。光头强呢？强哥，我不是两头熊的对手，你们我可不怕。抵抗是没用的，还是乖乖接受本王的鲜花吧。这些花对我没用。走，去看看。强哥不发威，你当我是病猫啊？躲在那是没有用的。哪儿去了？快！这次看你们往哪跑！小乖乖，你们跑不掉了。熊二，让开，俺来。开门，开门，开门，快开门呀！开门呀，光头强，等我开导这两只猴子，再放他们进来。哎，是熊大熊二。毛毛，你去引开光头强，我去把门打开。小桃，开门！看我上次怎么惩罚你们！开门！开门呀！开门！开门！不许动！你别想把门打开！光头强，开门！光头强，开门呀！快开门啊！开门！这次看你往哪跑！放手！放手！走开！
光头强，你就乖乖接受大自然的惩罚吧。不要，不要啊！整蛊专家。大狗熊，惨了！你们也有今天，敢阻止我砍树，今天我就……哎呦，神！钱！钱呐！我的屁股！好痛啊！哎呦，好痛啊！哎呦，马蜂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这，毛毛，是你救了俺们，敢抢本王的功劳？啥？刚才打败光头强的是奇迹？那当然，奇迹国王跟光头强家电视上播的那个专门整人的整蛊专家一样厉害。整蛊专家？没错。我可是捉弄人的天才呀，以后就叫我整蛊专家吧。哎呦，痛，好痛啊！哎呀，差一点就抓到大狗熊了，结果却这么倒霉。这不是装电影光盘的盒子吗？上次看完电影就忘了放哪了，原来在这儿啊。嗯，整蛊专家。太逗了，菜刀跟香蕉居然摔成这样。谁？哪来的猴子？快进去。哦，难道刚才整我的是那两只猴子？他们一定跟电影学会了整蛊人的方法。嗯，整蛊培训有了，我这就去县城参加这个整蛊培训，等我学成归来要你们好看。是一个，先放在这儿，再去别处找点一起带回家。反正闲着也是闲着。榛子呢？哎呀，蹦蹦，你也太不小心了，连榛子放哪儿都忘了。我带你去找吧。哦。当当，你的榛子，哟呼！真是太谢谢你们了。我的狗，这是石头。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的大萝卜。快跑啊，光头强来了！快跑，快跑！光头强。哎呦，怎么这么多石头啊！弟弟宝宝，一定是你们干的，别跑，给我站住。救命啊，救命啊，琪琪。啥？这都是琪琪干的？是啊，这个琪琪太不像话了。是啊，熊大熊二，你们一定要替我们主持公道啊。大伙儿放心，俺们这就去找他理论。琪琪，琪琪，你哎呦，熊大熊二啊，琪琪，你干嘛要捉弄蹦蹦他们啊？我只不过是拿他们来练习一下整蛊术而已，不练好怎么能打败光头强呢？啊！哎呀，吉吉，你这整蛊术不能乱用啊！你这……哎，俺咋不能动了？咋回事呀？这俺也被粘住了。我早料到你们会来，所以提前在地上涂了强力树枝，你们一时半会儿别想挣脱了。毛毛，我们走。哎，吉吉，回来呀！
我终于从整蛊学校毕业了！有了这无敌整蛊百宝箱，看谁还敢跟我作对！对了，还有这个锦囊，老师说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打开，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宝贝呢？我都快等不及了！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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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滴，哎，好大的香蕉啊！接着，本王要用餐啦！哎，好饱呀，回去睡大觉。身体怎么僵硬了？怎么不听使唤了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没想到吧，刚才那根香蕉被我涂了不听使唤剂，吃了它全身就会变得像钢铁一样硬邦邦的。光头强，毛毛，你这个逃兵真可怜呐，连小猴子都抛弃你了，那就怪不得我了。终于弄下来了，熊大熊二，熊大熊二，不好了，吉吉国王被光头强抓住了，你们快救救他吧！什么？他把我们整得那么惨，还要我们去救他？就是，我去救他。吉吉国王他虽然整过大家，可他没有恶意的。熊大熊二，拜托拜托。好吧。看我今天怎么惩罚你！住手！你光头强，快放了吉吉！放了吉吉国王，否则俺就对你不客气了。哟，搬救兵呢？告诉你们，就算来再多的救兵也没用。接招！这是啥？蜂蜜。这招对俺没用。你刚刚舔的是瞌睡蜂蜜，你就给我乖乖的睡一觉吧。哎，熊二，熊二振作点啊！熊二，熊二，光头强真狡猾呀！哎呀，哎呀，哎，这又是啥玩意儿啊？这咋回事啊？这哎呀，这扭秧歌喷雾剂还真好用啊！光头强，你别过来！小猴子，轮到你了。哎呦，谁？嘿嘿，看我怎么惩罚你！来呀！我们才不是你的臣民呢！我英俊的脸，敢欺负你们强哥？看我的有气无力弹！咋了？这下看你们还嚣张！别白费力气了，你们中了我的有气无力弹，就算是举重冠军也拎不动一片叶子。这么恐怖。熊二，俺们恢复正常了。是哈，走，惩罚光头强去。等一下，俺有个办法。哎呀，啥时候能停下来呀？熊二，大狗熊跳的还不错嘛！啊，这停不下来呀！你们，哎呀，不好！哦，对了，我还有锦囊，整蛊道具仅限于活跃气氛使用，效果只能维持2分钟，请慎用。否则害人终害己，不会吧？别，有事好商量。我之前那样整蛊你们，你们还救我，
对不起大家。害人终害己啊，吉吉。不过你能明白整人的害处，知错能改就好。好了，折腾了一天，我要回去睡会儿觉了。咱们也回去吧。吉吉国王，大家都走了，我们也回去吧。终于走了，吉吉国王，你这么好的宝贝，本王怎么能不研究一下呢？吉吉国王，保姆熊。谁呀？光头强，五彩呢？李老板，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？才早上六点。都这么晚了，还不快去排队？是。强哥的自制滑板终于派上用场了。哟呼！熊二，你这么个吃法，估计还没到吃早餐的地方，这早餐就被你全吃光了。哎呀，熊二，你看你干的好事，这样随地乱扔香蕉皮是不对的。哎呀，没事，这是森林，没人会踩到的。不行，赶快捡起来，森林可是俺们的家园，咱们一定要保护好它。哦，知道了。有了这滑板，既缩短了到森林的时间，又增加了砍树效率。嘿嘿，蜂蜜香蕉可真好吃。熊大，你也尝尝。好吃。啥声啊？能发出这么让人反感的声音的只有一个人，光头强。哟呼！差点就……不要！俺们是智慧与熊样并重的森林守护者，要代表森林惩罚。光头强，你又来砍树了啊？看俺咋惩罚你！光头强好像有点不对劲儿啊。光头强。哎呀，熊二，你看，光头强肯定是踩到香蕉皮摔倒的。难道这是俺早上捡漏的？别发愣了，先把它搬回去吧。好疼啊！对不起啊，光头强，你这次滑倒了，都怪熊二。对不起，俺不应该乱丢香蕉皮的。光头强，你还好吧？哎呦，好疼啊！光头强看上去伤得很严重呢，好疼啊！熊大，这可咋办呀？咱们犯的错，咱们就得承担责任，不能扔下光头强不管。那俺们就一起照顾光头强吧，一直到他恢复健康，能跑能跳。熊大、熊二，你们把我弄成这样了，当然要负责照顾我。以后你们俩就是我的保姆了，什么都得听我的。是，俺一定把你照顾得好好的。光头强，你这会儿说话咋这么利索了？哪有？好疼啊！快把我抬到床上去，我要躺着。好，你可别乱动哈。我饿了，赶紧给我弄点吃的去。熊二，你去找点吃的来，俺去找医药箱给他包扎一下。不。还好我强哥身体不错，换成别人早就骨折了。虽然屁股摔疼了，但能享受两熊的照顾也不亏呀。光头强，你能动了？谁说的？我不一直都是这个姿势吗？是吗？那你哪里疼？俺给你包扎一下。轻点啊，不是这只手，你怎么左右不分呢？好嘞，这下都给包扎上了。
今儿天气这么好，俺带你去晒晒太阳吧。味道不错，晒得我有点热了。那个，要不要给你撑把伞？算了，给我扇扇风就行了。哎，好嘞。熊二，我渴了，水。我马上来。怎么这么烫啊？好烫啊！俺给你吹吹哈。好了。蜂蜜呢？怎么还不来？我要吃蜂蜜，我要吃蜂蜜。等会儿，等会儿，快来了，快来了啊！吃蜂蜜，我要吃蜂蜜。哇！快走，快走！光头强，实在走不动了。你说带我散步的，怎么这么快就说累了？这都翻了八座山了。哎呦！熊大、熊二，怎么都是素菜呀？别急，别急，熊二捉鱼去了。熊大，俺们还要给光头强这样当保姆当到啥时候呀？不是说好了一直到光头强恢复健康的吗？俗话说伤筋动骨一百天，你们怎么也得照顾我一百天吧？一百天？这么久呀？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哎呀，啥时候才到一百天呀？熊二，咱们一块去找吃的吧。好嘞。终于可以出来活动一下了。哎，光头强，这都多少天了，一根木头都没给我弄过来，什么意思啊？李老板，我哪里敢忘啊？我这不是前几天摔了一跤受伤了吗？现在还不能动呢。真的。你少给我装，一句话，三天后再不交木头，工钱一分都没有。李老板，李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咋样，舒服吧？多吃点，多吃点啊，快点恢复。我得赶快把熊大熊二给支开，好去砍树。熊大熊二，你们看，我的手都可以动了，要不你们先回去吧。好呀好呀。熊二，光头强现在还没痊愈呢，咱们一定得负责到底啊。知道了。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，先多吃点好吃的哈。不行，我还是得去砍树，不然一分钱都拿不到。我的锯子呢？在那儿。哎呦，好险呐！哎呀，你咋了？你脚呀，好疼呀！光头强，你咋起来了呀？哎呀，你不用起来，你有事吩咐俺们做就行了啊。有啥需要直接说。我都说了，我已经彻底好了。你们俩到底还要在我这待多久啊？不是说一百天的吗？你们照顾得太好了，我恢复的神速已经好了。真的？不信你们看好了。好好好啊！狂贼狂贼狂贼狂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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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贼！过多钱接着回。当。
吃啊，不错不错。再来一个。啊，熊二，你把我当什么了？哼，俺只是觉得你恢复的已经很好了。嘿嘿，熊大，对不对呀？嗯，这样看来你真的康复了，熊二。那俺们该回去了，保姆工作终于结束了，还要回家好好的睡一觉。熊大、熊二他们终于走了，耶！我的手怎么又动不了了？熊大、熊二，快来救救我呀！绝地反击。熊大，熊大呀，熊大都是俺不好，把你害成这个样子了。熊大，熊二啊，熊大这是怎么了？他是不是生病了？他怎么还不起来呀？他不是生病了，怪呀，都怪呀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是就是啊，快点告诉我们呀！怎么回事啊？俺今天去找吃的。哎呀，好鲜艳的果子呀！嘿嘿嘿，看起来挺美味的啊！熊二，别吃那种果子，以前没见过，先不要吃。你少骗俺了，俺不信，俺就要吃，就吃。听话，熊二，给俺，俺不给。你不就是想吃吗？给你一个就是了。咋样呀？味道不错吧？哎，熊大，熊大，你咋了？熊大，哼，这肯定是光头强设计的。哎，又把我给冤枉了，因为那天我也是受害者呀。好累呀，好渴呀。哇，果子，看起来好美味呀。头怎么痛起来了？全是软绵绵的。起来了，哼，都是这些果子害的，看我强哥不把你们砍掉。哎呀，好饿呀，快躲起来。真是天助我也，倒了一只熊还剩一只，那就不是我强哥的对手了。熊二也不是故意的，我们快点想想办法吧。对对对，俺们得快点想办法让熊大恢复呀。光头强又在砍树了，哼，熊大不在，咱们几个去阻止光头强。嗯，快走。熊二，我们怎么阻止他呀？俺已经想好计划了，这次就看俺的发挥了。走，那边说去。没问题吧？什么声音？是那个猫头鹰？不行，我得跟去看看。让巨子生制造我还在砍树的假象，我真是太聪明了。看看什么情况？蹦蹦，你们这样啊。看招！解决一个！帮忙！帮忙！呼啊！呀！
毛毛，呀呀！毛毛，哎，哪儿去了？在这儿，这里。嘿，嗯，呀，站住！疼，好疼啊！嗯，小猴子有两下子吗？我呀！最后一击，怎么会这样？奇迹，这可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我还是快跑吧，快跑！不行，俺要振作。光头强，嗯，保护森林，熊熊有责。红二，我等你好久了，恕我肯定了，俺不会让你得逞的，俺跟你拼了！来吧！呀！呀！呀！疼疼疼！疼疼！哎哎呦！熊二，你往哪扔呢？跑了？伙伴们坚持住，俺会回来救你们的。真是个胆小鬼。熊大，俺自己一个根本赢不了光头强。再这么下去，树就会被他给砍光了，你咋办呀？光头强又开始砍树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完了完了！哎呀，咋办呀？这下咋办呀？哎呀，熊大，不要被光头强砍光了，熊大呀，熊大，你醒了，太好了，俺还以为你已经……嗨，俺也不知道啊，一醒来就能动了。可能是那个果子的效果已经过了。又是光头强，又来砍树了，得让他吃吃苦头。走。没了大狗熊，砍树就是事半功倍呀。这果子威力好大呀，连本王都动不了了。光头强居然让姐姐他们也吃果子了，俺非得好好惩罚你一次。哎，等等，熊二，看，这是昨天吃剩下的果子，咱们要绝地反击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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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感觉一下子凉飕飕的？我的帽子！怎么回事啊？熊大明明他……这到底
底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呀、啊？吃了果子不是要两三天才能动吗？熊大怎么一天就生龙活虎了？嗯，这么快就追上了？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杨颖。奇怪，咋不见了呀？没看见呀。咱们去那边找找。哦。我怎么这么倒霉呀？